哦，即係頭先嗰個揾我。好啊。嗯，咁你幫我打下講下。哇，咁都得啊嘛！大家好啊，呢度係爆炸頭啊，高登爆炸頭啊。不過大家咧記得咧，支持龍安靜，放緊高登。聽日大家唔好以為睇緊靜哥啊，係啊，其實係睇緊高登噶。係啊，冇錯啊，咁啊，我哋聽日就應該環市街頭俾啊。支持龍安靜，放高登。係啊，冇錯。冇咁高，驚到驚俾你斬死我哋就係。環市街頭係啊，環市街頭。咁啊，恩哥入咗去幾耐啊？十分鐘左右啦。其實點解你唔陪埋入去咧？我點陪埋啩？發達新。可以啦。Hello， 突然間就出太陽啦。係，我啱啱行過嚟嗰陣時咧。咁嘅呢啲天氣係，即係嗰啲水，嗰啲水喺地下度，突然間你出個太陽，將佢蒸發。我中意索水咯。即係中意奶。哇，好三級啊！吸濕大笨象啊！喂，點啊？依位市民有咩想講啊？市民有咩想講？有冇要交代啊？係。我哋講啲咁無聊嘅嘢嘅，我諗住你，喂你有乜？唔似你喎，講啲好政治學術嘅嘢喎。政治學術上啊，啲乜政治學術啊？啲天文地理啊，天文地理啊，八點聲，八點聲。唔係啊，應該問下佢匯豐跌破$30有咩睇法啊？入咗幾多手啊？入咗幾多手啊？今年會入嘅。啊，前兩年前咧，嗰個叫做邊個？啊，嗰個十優女個老豆啊。十優女個老豆。湯文啊。啊，湯文啊，係嘛？人哋就2000萬嘅樓，想俾1200萬首期。係。你唔使俾首期啦。買匯豐1200萬，你買曬匯豐3年後就一定升破，唔知$82定$83咧。哇！咩開開心心咁瞓著覺咁樣啦？係咪俾泡沫擺咗上台啊？嗱，匯豐三個原因，如果佢哋問我，第一個原因咁啊，就係港法啦。港法係。咁你退散港法，咁你人工升咁散，你驚即係可能人哋歐美佢會搞鳩你啦。第二，啱啱中國嗰個叫做咩不可靠信任清單入邊咧，正全匯豐都會有份，因為主要匯豐之前買晚洲案，即係用唔到案咯噃。咁啊，你兩頭蛇，你變咗兩邊嘅事人啦。咁啊，共產黨就咁死氣。當然就一定係近下個匯豐啦。咁第三又俾人爆啲文件，你幫嗰啲咧即係同事基金使黑錢啊，8000萬美金嚟香港啊，又幫啲恐怖組織啊咁啊使，即係其實佢唔係信口袋林鄭等11位被制裁官員。匯豐係不嬲都做呢啲嘢，所以如果大家係手上邊係有匯豐嘅咧，放心。放心，唔係放曬係嘛？冇辦法㗎啦，所以唔使擔心啊！依家放同唔放都分別唔大，但係幫手妥妥佢咁。你估唔估你喺20之前入手咧？分分鐘係10年之後係最大贏家喎！屌你咁咯，你咁多股票揀咩？又揀啲咁風險大，幾百隻係嘛？幾整個孖展低得100幾萬咁點落去？一個共方效應。咁你有冇心水推介啊？0434零三二。我唔遠啊！你哋買嗰啲咩中心國際啫？中心國際，好似有分別咩？你有冇聽啊？蓋茨講咩？你知唔知美國你唔買晶片就俾華為啊？令到中國會自給自足啊！你本身可以賺啲錢俾中國自己去賺翻啊！睇個中心國際啊，中心國際晶片好勁嘅。依家佢係研究緊你14納米啊！14納米唔係30咩？30先咯。20進步到14啦。哦。即係而家研究緊最新嗰啲咧，就2納米。2納米係啊。即係人哋都14納米啊，都係落後你10年到啫嘛。7倍咯。係嘛？七倍。即係唔似華為落後蘋果300年啊嘛，係嘛？300年之後就追到蘋果嚇，落後10年咧係嘛？即係我寧願真係當然呢啲。但係而家佢哋嘅偷呃拐騙嗰個程度低咗啊嘛，以前可以基本上打開國際市場任你偷。係啊。你而家偷嗰個難度。難啲啦。低咗啊嘛，以前基本上就係隻眼開隻眼閉俾你偷就算啦，你俾翻阿馬揀咁啊，著數大家算數，但係而家好多唔俾你偷啦嘛，開始。睇嗰個俾幾件事。英國查嗰個中國間諜，肯定冇。要卡梅倫，佢就話咩咧？要香港都未睇得。唔係咯。佢話係你哋又患咗一個叫中國迫害妄想症，就覺得中國啊，中國強大咗，你覺得迫害你，我都覺得係。我都覺得係。我哋和平崛起啊嘛！你睇印度，我哋幾忍氣吞聲，俾人殺咗咁多人啊，都唔公佈究竟死咗幾多。你睇我啲解放軍喊曬，即係要上嗰個去。咁嗰個丁兆嗰個係啦係啦，丁兆文宣上邊嗰個，你分唔分出得到啊？分唔分出得到咧？哦，咁啊，究竟係真定假嘅咧？但永遠係難分真與假啦，係咪？會唔會試水温咧？睇下你哋啲國民嘅反應。係啊係啊係啊！唉，但係我真係覺得咁又慘嘅喎，你去到呢個中印邊境，仲要係要聽埋啲印度歌啊，大佬。講唔講得政治㗎？而家乜都可以講。我哋唔係你個台灣乜政治㗎？我台乜都可以。我哋咁講政治。咁你今日對阿鄺晨同埋阿仁哥嗰個演說，我聽到少少內涵。咁啊，聽到佢哋話，希望阿鄺晨咧繼續留喺議會嗰度，繼續抗爭。咁先佢係試水温定係？係咁先幫到啲貓貓狗狗嘅。係啊係啊。咁你覺得呢一個係究竟係試水温啦，還是係佢想自己定下位先咧？為咗合理化，嗱大家都未知嗰個民調噶嘛，會唔會有機會係唔係我都試咗水温先咯，合理化咗先啦，合理化咗先啦。咁你大家會認同咗，好似係喎，嗰陣時不停兜同啲，仲喺立法會，仲喺立法會，仲喺立法會，唔係嗱我。